的，用回原装。不管你是 Alphard、Wildfire、Land Cruiser、Lexus、Harrier， 全部都可以。大家好，好的 Land Cruiser。OK， 这是一台 Toyota Land Cruiser 哦，2021-2022年的。OK， 原装的主机。OK， 安装了我们这一个 software 啊，全部东西用回原装的 controller 全部。Touchscreen 全部 OK， 来熊进去我们的 software OK， 然后全部有到完 Radio OK， Radio 全部收到完了，180多到100多声音，给一点声音来 OK， 来出去 OK， 还有其他全部有啦 OK， App 里面OK， Chrome Setting Play Store YouTubeGoogle Map 全部有到完，然后再垃圾隔壁 ，OK， 啊垃圾隔壁 ，OK， 全部有到完，啊 Wax 啊全部有到完，你可以按进去 Wax，OK，、okay, 全部有到完了、啊，本地地图这些不需要改的，用回原装，不管你是 Alphard、Fire、Land Cruiser、Lexus、Harrier， 全部都可以 ，OK， 有这一方面比较有技术含量的，你可以过来找我们。全部可以解决，因为一般上外面他们全部都在你拆换两个耳机，这一个是最好的最理想的。好 ，OK， 好，可以出去，出去外面，直接可以出去，原装的系统全部有到完啊，再进 ，OK， reverse camera， 全部有到完了 ，reverse camera， 啊，前后左右啦都是用原装的 ，OK， 好，谢谢大家。